台媒报道，57岁歌手焦明学7月11日于上《白冰冰》节目通告途中，骑脚踏车发生车祸，造成鼻梁骨断裂、颅内出血。事后他透露，意外发生曾造成20分钟昏迷、记忆断片，不知事发过程，自判可能遭后方来车追撞。如今该路段监视录影带曝光，警方监视录影带发现，应是焦明学的手提袋卷进前车轮才造成意外。对于事故原因逆转，目前焦明学无回应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